这次展览其实是结合了德国和中国文化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吴哲仁他把他个人的一个在德国多年的一个生活和读书的经验和他中国本身自带的文化结合在画面里面。他个人的艺术语言也非常强，像这一次他就运用了一个八字，其实也是一个无限的一个符号，去做成他整个画面的一个构图。机构其实在做不同的展览策划之中，比如这次是以德国艺术家为背景的，然后之前有以法国艺术家为背景的，那其实还有一些以日本艺术家为背景的也有。我们所以也是在尝试把不同的国家的背景里面，特别是艺术这一块，然后带到香港这个展示平台，然后给观众可以有对于香港文化，甚至于对于国际的艺术文化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交流。